大家好，我是刚进一个打三级了爱情的游戏玩家。又有被剑客超越男人认出来，我就知道这件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。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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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八进小院之后，我们发现剑客超越男手并没有在附近，所以这时候我们和狗哥斗智斗勇。小心性蛋！这小玩意真是离谱，妈妈送离谱回家，离谱直接到家了。这时候我并不想放弃狗哥，所以我决定继续偷袭他。这时候门开了，压锤了，我倒了。差那么一点点我就直接没了，还好我操作比较犀利。猎豹飞奔，记住这条狗，记住这个地方是让我绝望的地方。飞龙在天，在这个地方我打过狗，打过鸭，被剑客挑，让我绝望了。我没有绝望，我再次被剑客抓到了。虽然我不知道剑客超越蓝手是不是我的粉丝，但是我知道剑客超越蓝手对我充满了爱和责任。还有国王救我于水火中，这时候剑客超越蓝手的奶酪他没了。剑客超越蓝手还想来找我，真是老虎不发威，你真的当我是侦探睫毛啊？所以我要报复他，他的奶酪都没了。这真是离谱，妈妈送离谱回家，离谱直接到家了。当然我也起飞，但是我慌吗？我不慌。如果没有我的吸引火力，队友怎么可能获胜？这一波的功劳都属于我自己的。但这个强风就和我没有什么关系了，我相信我的队友，他们可以的，他们行的。然后我看着恶魔的歪门，我抹了一下伤心的眼泪，我知道时候该说再见了。再见再见，再次相见，这一次唯一能锤爆他。队友被抓问题大吗？问题不大，队友只会影响我推奶酪的速度。推奶酪虽然有那么一点点危险，但是有兔子在，我们还是很安全的。但是说真的，总感觉哪里不对，上一把不停的在追我，这一把竟然没有追我。说曹操曹操到，我感觉我没了。但是我慌吗？我不慌，我先隐身直接出去看一下侍卫超威蓝鼠。说真的，玩游戏就好好玩，干嘛要针对我呀？我可是一个好人呀。你想一想，这一把抓到国王十拿九稳，你想想抓到魔是十拿九稳，谁搬奶酪？没人搬奶酪。你想想抓到太妃之后谁推奶酪？我推嘛，当然我推，所以我没了。但是我又活了，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，我侦探就要起飞了。卡手叉子被狗抓，一波完美操作顶呱呱。但是问题大吗？问题不大，什么绝望的事情我没有经历过了，不就被狗抓一下吗？我会绝望吗？我不会。所以为了报仇，我决定开眼直接推掉他的奶酪，让他痛苦绝望。欺负我侦探睫毛是吧？打我是吧？你的奶酪都没了。上去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位超威蓝鼠，然后我的队友就消失了。但是我慌吗？我不慌，队友只会影响我推奶酪的速度。队友每一次倒地都是我们推奶酪的最佳时机。最关键的是，这时候侍卫超威蓝鼠他选择了换把，那么他的奶酪都没了。没有了侍卫超威蓝鼠的干扰，我侦探推奶酪有多快你们知道吗？然后我就推完所有奶酪，人生啊总是寂寞如雪。要么你就一直针对我，要么就不要针对我。你这样侍卫超蓝鼠，我对你很失望的。看植物的墙洞上面还有一个泡泡机，我默默流下伤心的眼泪，哼，就这。然后我又看到侍卫超蓝鼠倒在地上，我默默流下伤心的眼泪，我知道时候该说再见了。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。侍卫超蓝鼠，我相信我们不可能再见面了。我没了，枪没了，他难受了。